啊，这个就是我现在睡的地方啊。我原本这里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给小朋友玩的房间，后来让小朋友睡主卧房，所以这里呢就变成我睡的地方。这边还有这个小 baby 时候的婴儿床，这个放在旁边比较好顾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看电视。所以其实中间这边空间还有一点点，这个床呢搬出去之后呢改成双人床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好，弄了一个早上把这个床弄出去，然后呢把这个厂商寄来的床架还有床垫纤维被全部拿进来。你觉得 OK 吗？啊，当然是 OK 啊，要两个人啊。所以如果我今天买单人床一个人装就可以了吗？官网上是写说如果你没办法一个人装的话，他们有人可以帮你装。他借你一个人啊，他帮我装哦。事实上他有问我说要不要帮我装，可是因为我原本的床都还没有处理掉，我没有位置给他装啊。我就问他说那你可以帮我收走我原本的床吗？他说没有，不行。哎，怎么在里面塞红包，不好意思啊，螺丝啊，厂商的太客气了吧。床头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几年前在那个一个网站上面看到那个风水，他说如果你睡的床没有那个床头的话呢，运势会不好。都买那个最前面有一块小板子，那没办法，没什么作用，可是他有一块小板子当做是床头，感觉运气比较好。有吗？你觉得运气比较好？没有，你要这样想，如果没有那个床头，现在吵架了，对不对？还以为是没有床头不能吵架，床拆掉的时候不能吵架，因为没有床可以和好，床头板。这个床头不错哎，软的。他说里面有指南，我到现在还没看到。指南呢？刚才发现原来盒子上面有一二三。我看官网他说床架只有三个盒子，刚刚拆了三号，然后二号，这个就是一号，所以应该床架就是这三个。这里有一个 QR code， 说明书在这里。哦，刚才找很久，找一下 QR code。这里就有说明书，自己在家里煮也是可以的啦，好不好？没有一定要请人家帮你煮啊。床垫这里也有个 QR code， 哦，但是这个好像，对啊，好像是到他们官网而已。OK， 他们床垫呢有分两种，一种是这个 original， 另外一种是那种 hybrid， 是 original， 是比较软的，五小时是平均五小时之后可以睡好，所以那五小时不是放五小时，因为我很怕是像那个电器产品有没有，你就要先充电八小时才可以使用，我很怕是这个要放五小时才可以睡，不是就好，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。画布一个刀子，割开。它已经在膨胀了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割开它？那这边可以抬，我蛮方便的。好，那我要先装，而且床垫保护套、刮胡床罩，哦，就是床罩了。好像内裤，哦，旁边有那个，很像哎，很有安全感。可以哦，枕头，双人床两颗枕头，非常的合理。哎，轻松的。画过它 ，OK。那你是厂商给的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不是厂商给的，这个是我的花生。枕头我之前是有特别买的，可是他给的枕头我没有睡过。我决定今天晚上睡睡看，因为我个人很快就可以入睡，可是呢，很容易会这个脖子酸啊，这里酸啊，这里酸的、啊。就早上起来以后发现干整个人不对劲，床的软硬度还有枕头是超级重要，超级重要。小贝贝，竹纤维被，哦，是这种的，这个很像那个电影里面贵妇会穿的那个，洗完澡以后会穿的那个，有吗？有一个被套，可以套这个碳纤维被。大家问你们都怎么装自己的被套？你是折好放进去？对，然后进去再打开。哦，我是抓着一个脚，有没有？我就进去，然后两个脚重叠在一起，然后抓着这样，然后再弄四个，感觉是没有比较没有效率的方法。可是我就只会这样弄。哦，它边边还有这个可以绑的，好方便哦。怎么是你在用？这里，因为都摆着。这里，那就不用自己抓着脚脚了。
是要两个人背才对。太小鸡呀！妈妈，都很大，头大一个。床的下面呢，这边呢还有附一个这个小抽屉啊，然后里面呢可以放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东西吧。那我就想说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放哪里，刚好有一个地方可以放，这个想玩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玩，走吧。躺了两个礼拜啊，我觉得这个床呢改变我对这个软硬度的看法。像我之前买床垫呢，我都会买比较硬的，因为太软的没有，就是它会陷下去嘛，所以这个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腰酸背痛。这一个床垫呢，它是偏软的，可是呢，它的支撑力还蛮够的，而且它不会因为就是旁边的人动来动去、翻身啊、起床尿尿，让这个床啊就是会摇来摇去。它其实稳定度还蛮够的，比较不会被打扰，所以他说五个小时可以睡得很熟嘛，这个是确实确实。我最近呢，这个晚上呢都在试用这个产品。我很认真的在试用这个产品，而且呢，现在这个 Ava 床垫呢，它也有提供就是100天试睡的服务啊，就是床垫送到你家，然后你就睡100天，就自己考虑，就不用到店面去这边试躺，这样就很尴尬。这样像我没有睡过软的，我看到软的我就不会买，可是自己睡过之后就觉得还不错。那也感谢厂商啊，让我有机会来整理我的房间啊，不然我的房间还是呈现一个非常乱的状态。现在终于有一个净土了啊！好，如果大家看完以后有想买的冲动的话，我这边这个放在资讯栏，然后这边有网址，大家可以上 Ava 床垫的官网去买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Ava 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艾玛华森，女生，是吧？OK， 好，谢谢干妈，感谢干妈，这两个礼拜真的睡得不错。